首先请您欣赏相声《我是歌手》，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谢谢，哎呦，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感谢大家，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特别的开心，是，真是特别的激动，嗯，啊，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哎，当然心里边也明白，明白什么？看谁来的呀？谁呀？看我师父郭德纲，哎，看郭老师，人是明星，对，大腕，哎，著名的一个小黑胖子，那没错，好多，你先等一会儿。怎么叫小黑胖子？现在世界都知道一个小黑胖子火遍了全世界。你能不能不要比划这个头啊？这也太矮了，你矮这样呢？啊！哎呀，我怎么让郭老师坐电梯呢？这是，我的天哪！嗯，在你们心目当中，他到底有几厘米？哎。厘米像话吗？我不爱说我师父的个头。您刚才就没少说，就因为老说这个头的事，我师父在后台没少骂我。那可不，当着所有徒弟的面指着我鼻子骂我。我们亲眼得见。张鹤伦，对，张鹤伦，以后在台上要再敢提我的个头，我就抽你，就抽你似的吗？好，反抽，哎，反抽。师父这两年没少长啊，我都跟。哟，后腰跟嚯，就这一套打的我这膝盖。您听，别打了。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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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先站起来。我就没明白啊，蹦那么高才打在你膝盖上。我没说清楚，怎么回事？我当时蹲着呢。哦，那更不像话了。合着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别道道歉嘛，么么哒。这师傅掉井里了，这是跟人家道歉。嗯咱们来这儿说两句话，不都沾着我师傅的光吗？哎，沾德云社的光。要不然在座的朋友谁认识我们呢？那可不是吗？但是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怎么意思？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那是必须的。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您说吧。我叫张鹤伦。哎，是他，德云社的一名。普通的小演员，我以为你放出来了呢，我也没进去啊。是你少着离着远点啊。到人家这儿了，哎，该我了，得隆重的介绍一下。您太客气了。旁边的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大家好，结束了啊。那个演员在台上，别这样，没说我哟，也有人类的名字，多新鲜，本来就是人呢。姓什么？郎，姓郎啊，叫郎鹤炎，是我。现在您要是能上网，你搜索一下，怎么？网上有视频，有图片。对对对，当然可能这两天扫黄屏蔽了。他因为，我跟你讲，不像话了。怎么了？我什么视频扫黄的屏蔽了？不是露点的吗？我哪儿露点了？脑袋上没穿衣服。脑袋上没穿衣服叫露点呢？主要您这光头啊，人家以为是屁股呢。没听说过，我是爱刮光头，是不是？是是。光头来说都有个历史。有什么历史？前段时间这光头在哪刮的呀？啊，在庙里。我到寺庙里边，老方丈找那个叫有一个什么寺了，叫什么残障寺。对，到那儿啊，残障寺，那去那儿都是大傻子吧？对。禅修禅的禅禅禅杖寺。哦，禅杖寺里边有一位叫低能方丈。嗯，低能啊，那就是禅杖寺。智能方丈。对了，那有没有触屏师太啊？你这买手机来了，这多新鲜，哪有智能啊？这什么名字？这是智字辈的智能、啊、智慧、哦、智窗、等等、啊、智慧的小窗口。哎呦，好家伙的，我以为是个病呢。有学问哦。好，老方丈。老方丈，我要剃度出家。这我说的。老方丈一看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给我滚他妈犊子。这寺庙是东北的是吗？怎么呢？那老方丈人出家人就说这话。不是，老方丈很生气呀。好家伙，又是你是不是？哟，我还老去啊！好，这上个礼拜来了，说要剃。
要了亲命了，你这说的咱跟黑社会一样了。德云社团。对，德云社不是社团，德云社团体。哎，对对，我认为我师父是我心目当中的扛把子啊。您自己这么琢磨着，排名都第一位。嗯，第二位谁啊？谁？于谦，于老师。啊，于老师，外号山鸡。嗯，来，古惑仔呀、啊！两个人叱咤风云呢，一啊，古惑仔有顶吗？我得老打铜锣湾咖啡啊。啊，你还还有方言、嗯，这不是粤语吗？这还行啊，嗯，人是排第二位的啊，哦，了不起的人物。第三位谁啊？谁呀？第三位的岳云鹏，小岳，在德州外号叫什么皮来着？啊，不提他，切掉，切掉，切掉啊！小岳这名字很健康啊。嗨，咱们就为了环保。嗯，对，没听说过。真都是名人，人都是明星大腕儿。嗯嗯，我们还是个人名。对，小人物是，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来，就是慢慢的给各位表演。对对，把最好的一面的奉献给各位，展现拿手的。尤其人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嗯，带着朋友来的，带着媳妇来的，嗯，或有带着朋友的媳妇来的，对不对？哎哎哎，别瞎说，哎，就是为了开心。没有，就是为了快乐。没有，不要那种快乐啊。有带朋友的，有带媳妇儿的，没有带着朋友的媳妇儿的，有，你听听，太单纯。这不是这墨尔本真好啊！这什么年代了？那我也想移民了，我。我跟你说，我还不说是谁，您说什么呀？这楼上楼下这么多人啊，咱简单的调查一下。您怎么调查呀？这么着，嗯，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举下手，我看看。我也看看。没有，你喊什么呀？这都是别人媳妇儿啊？不是的，肯定有。玩的太开放了。您呢？您不要这个误导群众啊！有举手的。我看见了啊！但是就是我正面这桌的啊，这一对儿哎，太逗了！大哥刚要举手，大姐给摁下了。这举手。嗨！别举，别让人看出来，别让人看出来。得了，这仨大屏幕现在全看出来了。哎，这有没有一个镜头给？给个镜头。别给了，别给了。就要问问你们，是两口子吗？怎么边上这桌说呢？这怎么还在串桌的、啊？别闹！真是。哎呦我的天！哎呦，我说是两口子吧？嗯、这大哥在这点头，大姐在摇头。哎，别玩玩笑啊！嗯，是不是两口子？没关系，是两口子，祝你们幸福。哎，不是两口子，祝你们平安。等等等等，别听他的啊，没事，四个人好好过呗。没完了是吗？四个人还好好过呀？人这一桌嘛，对不对？人带着朋友来的，不像话。就是为了开心，为了快乐，嗯，对不对？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让自己放松的阶段，哎，愉悦自己，听一听相声，开心快乐嘛。是，把别的工作呀留到明天，留到以后上班的时间再说。对对，不要有学有些人，有些人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加班加班吃饭睡觉加班加班吃饭睡觉加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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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这差一秒我就救他了。生活太乏味，哎，比较悲催。来到这儿听一听相声，嗯，对不对？像我们来说，德云社优秀的人才今天来了大多数啊，哎，来了不少。主要我师父领衔主演嘛，嗯，我们这些呢就给大伙儿一个熟悉剧场的过程。我们开场，这叫什么？破车别爱好道，嗯嗯。但是呢，也要把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奉献给各位。哎，应该来这个。拿我来说吧，您怎么样？好唱。哦，您爱唱。哎。德云社当中都知道我师父好唱，嗯，人家京评帮曲没有不会，对对，样样精通，全能来，小曲小调调门也高啊，太平歌词怎么样？我师父在台上经常唱，那是我们本门的唱，本门唱，咱学两句啊，您学学师父，就在学我师父的感觉，唱太平歌词的感觉。哦、杭州美景盖世无双，一点都不像。差太远了，可能是高了。对，杭州，哎哎，美景，我说盖世无双。您哪边？哎，那别踢了，这能踢哪儿去？这不有一个身上吗？您这不要来这个啊！我那意思是，
再这样咱俩就死这儿了，你知道吗？别来了，没完了是吗？知不知道回去的飞机票没咱俩了？咱俩偷渡回去吧。咱俩偷渡，游到一半咱就让鲨鱼吃了。那别闹了，我师傅的，咱不瞎说人家，嗯，学人家就学不了。那是，但是话又说回来，怎么我来他也来不了？不是，您这话有点大了，您什么比他还强啊？唱歌。哦，歌曲，对不对？嗯，唱歌来说我师傅就差点，因为唱歌来说现在属于年轻人都喜欢。对对，尤其作为我们这些90后的孩子，哦，对于流行，我还这回拦晚了，你听听，谁吁的？再吁一声，我就随便说说。干什么呀？啊，您这怎么就90后了？您别闹，别闹，别闹！就作为我们这些00后的孩子，嗯，没有再往年轻了说的。作为我们这些80后的孩子，对，哎，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啊。85年的，我想了解了解。85年的还与我清朝的。你看我这刻的字反清复明，你看看，来来来，行了，没必要，没必要，没你干嘛？我就是、拉拉扯扯，你给我撒开！不什么？我是拦着点，您就说，我表呢？我表呢？咱别闹啊！他手也太快了，多得快！我这拦您，我表呢？我戒指呢？我6个戒指没了。还6个戒指，你6指啊？我这儿一扳指，上面顶一戒指。你疯了，这穷疯了，这都不是穷疯了，您这玩笑吗？怎么就玩笑啊？您这说您真是85年的哦，不玩笑，85年本命年，嗯，穿着红裤衩呢。本别，咱们都别你85年本命年，那你脱吧。这我没办法救你了，这个什么呀？哎，脱得单加钱。好，加多少？5毛的，请你出去。5毛，1块，2块，1块5，成交了。有零有整的，挺好的啊。怎么连超过100的都没有啊？哎呦，你这想瞎心了，这是。我也不信他们这个，真的。上次就有一观众喊10000块钱包你啊！我的天，我门口等2小时没来啊！好嘛，合着您去了？我去什么去啊？您去等着人家去。我没去啊，我是受不了这种人这种诱惑。哦，我说良心话，那不还是去了吗？不是，我们咱不说年龄啊，就说心态。您喜欢什么？真正的就是85年的，可能长得稍微的那个做旧了一点。做旧了？对，你以为你是青铜器拿尿呲的呀？谁青铜器现在尿呲的呀？这脸有做旧的吗？就说长得老就完了。略显那么沧桑的一奶奶。嗯，什么叫一奶奶？就那么一丢丢啊。啊，您这个量词好生动啊。但是心态依然年轻。哦，现在年轻人唱的歌曲咱们多少都会点。您给我们来来，我们听听。对呀，好多流行的歌曲啊。啊，比方说那个TFBOY 呀，那仨小男孩是吧？对呀，比方说你看南山南，哦，马迪。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南山南，北海北，北海有你美。谁呀？怎么了？谁妹呀？你妹妹在北海教的我这首歌吗？您别连一块儿瞎唱。他妹妹90后的小姑娘，嗯，就爱听这个。对，还有什么薛之谦？哎呦，好好。什么是丑八怪呀呀呀？哎呀，别把脸扭过来。
没完了是吧？赌输家，我刚给你刮完头你就跑了，就为省点剃头钱。您是不是你？没有这回事，说的就是他。太玩笑了，郎鹤炎。嗯，现在来说德云社来说都知道他。哎，捧哏的演员当中他算是诈骗的一位。对，好多那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啊，诈骗呢。站在桌子里边有一句正词吗？怎么了？没有什么正词，就嗯啊哟呵哎呵啊哟啊。我干嘛呢？捧哏嘛。我是给日本人捧哏的是怎么着？也有欧美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呀？我这事儿是这样吗？捧哏的你们词儿不就是嗯啊这是哎嗨呦呵别停腾，是就这么点词儿。你先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他老不信。你先等会儿吧。我怎么了？这别停腾是怎么回事儿？你懂的。我跟你说啊，我不懂。怎么不懂？怎么回事儿？动不动有那个逗哏的拿扇子打你们，别停腾，有没有？你回忆回忆你挣钱的时候。我们挣钱的时候不让喊，那是客户的要求。对，什么客户的要求？我哪知道？没有这事儿。没，站在桌子里边，嗯，说两句话。有些能耐应该展示一下，那该露脸的时候得露脸。捧哏演员都会什么啊？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哪门行？哦，您要说这个来说，我学还可以，能学。对 对, 对，能学什么呀？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各种小曲小唱我都会点。有这能耐？有点啊。那来一回啊？可以呀，啊，来一回天上飞的啊，天上飞的学一个。来什么？学个云彩。云。我学云彩，你这个色儿，你学个乌云。哦，我这脸黑一点就学乌云了。对呀，啊，这没法学云彩呀。云彩怎么不能学呀？我也没注意云彩什么样，啊。虚无缥缈，变化万千啊！啊的天，飞呀，啊！风一吹啊，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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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这学的不是一垃圾袋吗？你倒挺环保。云彩吗？云彩也不是这模样啊。云浪，云浪，没看出云，看出浪来了。你学，你学。我学不了这个，学不了。天上飞的别的行吗？别的可以啊。别的学一个，来，擦屁股纸。我学一擦屁股纸。对。哎，我学那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用过的。那用过的都冲了，也没注意什么样儿啊？扭曲一点嘛。好，好，好，合着你是拿云彩擦的屁股是吧？你告诉我怎么撅起来的？那你使劲飞高点不就完了吗？学不了还净说那些没用。您出的这都不叫题目。地上跑的行吗？哎，地上跑的，地上跑的学一个，来学一个，屎个浪。你这个生活太乏味了吧？要么擦屁股纸，要么屎个浪。屎个浪多恶心呢，你这一个小动物有什么恶心的呀？小动物有很多啊，没有学这么恶心的。这个谁说的呀？没有人觉得卡哇伊的屎个浪。你觉得屎个浪卡哇伊？屎个浪一个小可爱，没人能学这个。我们就能学。你能学？对了，那你来一个，我们大家看看，看看屎个浪，让你看看什么叫逗哏的屎个浪。我跟你讲，逗哏的屎个浪真是没有能耐，还是在这狡言善辩的。这还是小白屎个浪，你瞧瞧啊，还挺白。嗯，走走走，这什么呀？你你干什么？我配合什么？你配合我，我配合你。你学屎壳郎，我行粪球了。我你得滚。我不滚，我这上班呢。你这就得了吧啊，该休息休息，上哪儿都上班去。你学个粪球你都不专业，你知道吗？那没您学屎壳郎这样的，半天什么都学不了。还得您别老说我，那您什么行啊？什么都什么我啊？什么都不行，怎么的？什么都不行，您这讽刺我。咱不是行不行啊？站在这个舞台上有我师父郭德纲，对不对？嗯，人家能耐大，嗯，咱得向人家学习。是德云社能走出国来啊，不得靠人家吗？对，那是德云社的扛把子。没错，现在来说，你先等会儿，扛把子不是好词儿，大哥大吧，这也差点首脑不是，咱得换换了。头目
我没说明白是怎么着。话是人，你这，我用你夸我？这歌不给你唱的吗？哪有给我唱的歌啊？这经常有这种，现在人都喜欢听歌嘛，嗯，喜欢这种，我也喜欢听歌，但是我跟时尚还跟不了。怎么呢？你像跟时尚，人家现在听歌都是劲歌热舞了，都这年代了，哦，对不对？什么嘻哈，对吧？啊，哎，什么蓝调，啊，哎，什么黑炮，嗯，什么 R&B。我跟您说呀，咱这药千万别停，您这什么意思？您怎么四种曲风一个动作？这流行范儿，一看就不会。到夜店去看看去。您还去过夜店呢？著名的夜店哪儿啊 ？Seven Eleven。行了行了，别说了。到那平汤。丢人了，丢人了！我说叫方便面。好嘞，好嘞，好嘞，丢人了，丢人了啊！我那六个戒指还你了，不是？我不要，退给你。退什么退？夜店 Seven Eleven。啊，那是24小时的超市，不是夜店的。夜里开的店，夜里开的店就夜店。对喽。哦，那太平间还是旗舰店呢？怎么想家了？我不是清朝的。你快回去了，您。您压根儿就不会。夜店风格都。黑人音乐、嘻哈范儿，什么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你说哪些金属没用？戴着大耳麦，穿着 T 恤衫，上面 T 什么衫 ？T 恤衫。我这个天哪，你这舌头反潮了是怎么的 ？T 恤衫。不是，哎 ，T 恤。T 恤衫。T 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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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恤衫。你随意吧。穿着 T 恤，嗯，下面嘿。能说清楚，下面穿着低腰牛仔裤，腰带必须系到屁股以下。哦，流行范儿这种感觉，腰带系到屁股以下，怎么了？那挡哪儿了？人家方便啊。方便什么呀？方便方便啊。你穿一开裆的不就完了吗？这不行，那太逛裆。别掉，太不要脸了！您这个流行范儿啊，啊，大伙好像都是那种哟哟哟哟，在那桃花那盛开大碟 啊！行了，搓碟，行了，搓碟，这什么？这是搓碟？你再来一遍啊！这是搓碟吗？对呀、啊，这不是搓脚后跟的吗？这你们家搓脚后跟这样啊？再者说了，怎么这黑人音乐、死亡金属，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黑人音乐，乡村音乐吗？您这乡村不乡村的，这不是这么村的呀？这乡村音乐，哦对，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这样的。那是东北乡村音乐，啊？所，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屯，我西这个屯里土生土长呀，大气了许多，是不是？神经病吧？是不是让浪屁抽着了？说了半天嘻哈，说了半天黑人音乐，越来越乡村，越来越土气。你压根儿就不会这。谁说的呀？流行范儿，又又来点咖喱味儿的牙膏，这韭菜味儿的香水，光天化日咱俩就大马路上亲嘴，下了大雨一块淋，咱也不用跑，大不了回家一块冲个澡，都是老夫老妻，咱直接还用见外，没准接茬出个风，咱反正见怪不怪，润润我的嗓子，喝瓶百事的可乐，打动你那心灵那必须百事情歌，看我把这黑色音乐做的五彩缤纷，看我把对你的爱做到返璞归真，无拘无束，自由是我歌里的成分，看看多少人又羡慕嫉妒恨，俩二百五在一块就没有什么苦闷，哪怕一块坐牢一块逃大粪，要要钱可能。哎呀哎呀，小心点别掉下去啊！行了，这个还可以，这个、还不错，都这范儿、啊。嗯，当然你现在不是我愿意学的，我不会这个。你是大骗子，不会这个唱那么溜骚。现在你到哪儿都是这种节奏的，这广场舞大妈都跳这种节奏的歌，是吗？对呀、啊，啊，什么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套马杆，给我一片清风，吹开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我用一个晚上。我得问问你了，哪个广场？
就那个最大那个广场。哪个？那广场。别瞎说了，那哪个大妈广场舞一边跳一边唱，给我一个汉子用一个晚上？那给几个汉子呀？我没说几个汉子，几个晚上。我没说几个晚上。哦，几个大妈？什么呀？那你问什么呀？您呢？我就问您怎么能唱成这样？那不对呀！不，这人家不对，你不要注意这词儿。怎么？咱说这个旋律。旋律是这个词儿唱什么都行啊。这旋律我跟你说，唱周杰伦的歌都正合适。没听说过呀？那没听说过呀？怎么能唱呢？一个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都这个节奏吧？对呀。唱周杰伦的歌，比方《青花瓷》啊，对不对？天青色，灯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蜀汉里，放前朝的飘逸，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屈，一身正气。八扎嘿，啊，合着大妈是等周杰伦的是吧？现在的潮流哦，是这个节奏的听过吗？这干嘛听过吗？我也知道，从这个节奏过来的吗？但必须这个节奏代表人物知道谁吗？谁呀？凤凰传奇。那还用你说呀？一男一女吗？哎呦，组合这也知道，好多歌呢。你要行的话，咱俩来一回啊，学一学人家走向世界呀。咱俩来一回，对呀，可以呀。来哪个呀？来有他有个这歌叫什么《狼的诱惑》，这歌我还真会。来嘞，哎，嗯，这回你来这个脚后跟这个角色行不行？我凭什么你来脚后跟我就来脚后跟呢？来这个 B-box 我就不能来个磕膝盖什么的？我你来后脑壳。哎，这回非得戳破了你。瞧，你来这个，我来这个，我来这个主唱，你来这个伴奏。B-box 怎么样？好的，我跟你说，他这个 B-box 我特别的好。不是，咱说这儿不能缓气，您知道吗？这你放心，嗯，来啊，试一试啊，来。好想唱情歌，嘿嘿。是不是你这个 B-box 过于苍白了一点吧？会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好。嗯哼，好好试一试。来，好想唱情歌，嘿嘿，看最美的烟火，哟哟，在城市中漂泊。Come on， 我的爱为心颤抖。Check no， 曾经嘿多少风雨中。爱上了寂寞，又又凝望夜的星空，嘿嘿，枯萎了所有，嘿、hey ，是狼给的诱惑，嗯呐，风干了寂寞，咋的？在渴望的天空干啥去？是我的所有，扯犊子！你走，去死行吗？多好，这个在嗯，那咋的？扯犊子都出来了。对呀、啊，我跟那智能方丈学的嘛。哎呦，我的天哪！你您哪您要觉得我这不好，能不能别这么粗俗啊？您嫌我这不好，您也没有好的。谁说没有好的呀？啊，咱有自己的代表作呀。您还有代表作呢？当然了，啊，有一首自己的单曲叫《妹妹来看我》。哦，这是关于德云社的一首歌。是吗？真说哪位哥们儿啊，哪位哥们儿要是单身的话，一定要把这歌学会。哎呦呵，听我的，肯定会更单身的。啊、那您这歌叫《咒怨》还差不多。谁说的呀？能找着？能找着男朋友？哎，对，怎么找、哎？不要这么前卫啊！无所谓啊。嗯，来了，大伙听一听。嗯，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从那小路来，小路上面的毒蛇多，我怕要了妹妹的酒。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飞机来，
飞机上面的大款多，我怕妹妹跟他们过，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公交车，公交里边的坏人多，我怕妹妹被他们摸，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来到德云社，德云社里的流氓多，流氓头子他姓郭。别唱了，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朋友，感谢大家还都在。嗯，因为我是我们的，这算是二次出台。我这一宿没少挣啊。不是第二次走出舞台，哎，跟大伙再次的表演。嗯，确实感觉今天的人呐真是不少，很多。好家伙，楼上楼下啊，尤其还有地下室。嗯，我跟你说啊，一些您等会儿啊，观众都笑岔音了，你这是。怎么能还有地下室的呢？看不见吗？全都是地下室的。你都是你朋友吧？都是来捧咱们的。真的假的？真的。今天这些位看谁来的呀？谁呀？看您呐。没有地下室的吧？这些位啊，哦，都是看您来的。没这么夸张。真的，你当真的听。什么叫当真的听啊？我认为是捧你来的。您一个人琢磨没用。真，那你说要不这么些位人看谁来的呀？看亲子啊，爱徒亲子也不一定是亲的呀。嗯，对不对？怎么谁上来都说这个呢？爱徒确实。哦，您这不算爱徒了吗？哎，大伙捧我。郎鹤炎郎老师，我您老师，德云社这么些徒弟当中怎么样？郎鹤炎算是我师父郭德纲最宠幸的一个徒弟。别人来说没有这个机会，你知道吧？我把这机会让给您吧。啊，怎么了？让给我呢？谁是我？怎么是最宠幸的呢？不，师傅不最喜欢你吗？你拉倒吧，那叫宠爱。宠爱？对，宠幸。哎，差不多呀。我这可差多了啊。差哪儿啊？这宠爱宠幸，一个费心一个费力。给我师傅累得大汗淋漓啊！您这还是宠幸啊！白天晚上，地动山摇啊！我师傅拉着我手，别走，麻去！待会儿，麻去！行了行了，师傅们可以休息了哈！别走，待会儿麻。我也不听这个，我没有这事儿，没有吗？没有。晚上说完相声几点了？十一二点，十一二点钟，师傅点他。嗯，郎岩来家里边来。什么叫点我呀？上家里边来，教教你。啊，眼神应该看哪儿？哎，手势怎么摆？对，腿再劈开点。有，嗯，没有。怎么没有？没有劈腿这事儿。唱戏没有这个。云手，你看他腿劈我劈的好吧？都唱戏都教过这个。没有，我就知道这一周我就不劈腿了。嗯。反正啊，他我跟你说，就是说不容易，哎，对不对？累得我师傅也不容易，对，真说汗。怎么这么别扭呢？你教你的教到几点？啊，是后半夜了，对不对？汗珠子掉床上，掉地上，掉地上摔八瓣，地，对吧？地，地，嗯，榻榻米，我这，榻榻米干嘛呀？不是什么上师傅家推门就上炕是吗？我不问你的过程，因为是每我们没有这个。反正您吧，啊，说相声来说，嗯，就是一部血泪史。怎么讲？有血有泪有屎。哎，多可恶呢！这不容易啊。真说良心话，人家啊来到这儿来说吧，人家看不见郭德纲，郭老师，对，也看不见于边，不是于谦。嗯，哎呀，于老师这名字真壮阳啊！啊，于谦、于老都看不见，嗯，看的都是这帮人，但是也卖力气给您演出。那可不嘛，对不对？也有些人觉得听相声来说。听德云社的也是一种时尚，对对，哎，对不对？带着朋友来听一听也不丢人，好啊。带着媳妇来看一看，两口子，对不对？或者带着朋友的媳妇来玩儿呗。哎呀哎呀哎哎，就是图一乐。您等等，冷静一下，有带朋友的，有带媳妇的，没有带朋友的媳妇的。
你听听。我天哪，早知道我也在武汉定居了。不是这么多位呢，你还没有，你敢保证吗？当然了。那咱现场调查一下啊。啊，这么着啊，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举下手我看看。剩下都是别人媳妇啊，你们玩的也太开放了，我的天哪。不是，我说你能不能跟个 Oh my god， 你买什么尬？有钱吗你就买尬。尬的是啥呀？尬的就是尬的。您先等会儿吧。您这没看清楚，刚才那大哥举手了。那个大哥我看着的，他刚举手一看别人都没举，他就放下了。你做贼心虚呀你啊。不要吹这些细节嘛。你怕什么？就是的，对不对？大哥，这是两口子吗？是两，还点头，还一个摇头的呢。啊，是吗？两口子没关系啊，是两口子就祝你们幸福。对，不是两口子祝你们平安。我其实平安也是福啊。对，没关系，四个人好好过呗。你少说两句吧。怎么了？四个人了还好好过？没关系，来到这儿就是捧我们来的。哎，我认为来到这儿就是捧我，观众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这话好，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对，所以说没有。怎么到我这儿我搓两辈儿的？都是来捧咱们来的，捧德云社。在这个舞台上，必须要把自己的特点特色奉献给各位。张鹤伦，你有什么特色？我拿我来说吧，我真是好唱。哦，他爱唱。哎，好的，那个我一猜就得喊唱一个。确实，因为我这人好唱。你唱什么呢？年轻人来说唱什么？唱歌歌曲。哎，流行歌曲嘛，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对于流行歌曲来山呼海啸啊。哎呦，这还有一位考古的教授，你说看出你是一八九零后。别闹好不好？我是一七九零后，已经啊晚出了一百年。别闹了，你真的八零后。八零后遇什么呀？八零后，那位大姐说那么老啊！我的天哪，八零后了，我七零后。哎呦，宝贝儿，你可怎么办呢？我建国前的。啊、也是，一七九零确实是建国前。你看我们脚底还纹着那个反清复明的。那您撂下！我给你们脱了，你看看、啊。不不不！你看人脱鞋有什么劲啊？我也怀疑你们的品位了。他后背还纹着精忠报国呢。你看看你，没有，我后背只有妇女之友。客户让你脱呢？谁客户啊？今天我没说要钱，不是，我也没说免费啊。加钱看这玩意儿，你疯了？什么叫玩意儿啊？就是哈了一脱了一嘟了一块的，有什么的？我跟米其林似的。我估计他们要是让你脱，我估计顶多是为了看看你屁股上那个蓝戳。我合着我还是八戒是吧？对不对？是来给大伙看看。来，没有，你那屁股上连蓝戳都没有。不要闹好不好？没检疫，你那是。观众是捧咱们来的，就是说咱们，你观众热情，咱们得热情啊。是，我的口号就是：您给我一份爱，我还你一片情。对不对？那到了你脱的时候了啊！我们现在已经不止这个挣钱了，压根儿也没有。哎，就说没有。对，不是就说没有，就没有，对不对？咱不提过去的事儿。不是，我们没有过去。对，就是说现在是现在来说，我们在台上啊，就指着能耐挣钱。哎，靠本事。哎，用说把大伙逗乐了。对，不像有些人是不是用身体来取悦各位。对，别勺到我啊。没有，就说那帮货们。对，不一样。是，拿我来说吧，年轻人喜欢唱歌啊，说了，咱靠唱，展现自己的特色。
那你给我们唱一个吧。但是你说年龄段不同，他听的歌也不同，不一样吗？当然了，现在流行歌曲一般都是什么哒滋哒滋哒滋，都是这节奏的。哦，到那你看今天路过那广场，还听着这么一个、啊、什么呀？叫什么叫什么套马杆啊？怎么唱？特别的悠扬啊！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清风，吹拂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我用一个晚上。给我一把小皮鞭，叫我女王。别动手，知道吗？刚才刚系上。您呐，您等会儿，我这什么这是？我问你，这哪个广场啊？哪？就那个广场。哪个广场能唱这歌？您听，这大妈唱给汉子用一个晚上。那用几个晚上？不是用几个晚上？那几个汉子？不，那还是聊聊几个晚上的事儿吧。那你说什么？不是说什么，您唱的不对呀。哪句不对呀？您后两句都不对，原词儿您听了吗？原词怎么唱的？乌兰托亚是怎么唱的？谁托呀？什么谁托呀？乌兰托亚，乌兰是谁？乌兰是个大妈，大妈唱的哪儿的事儿去了？来，我就一走一过听这么一段，您听真着了。这听这么一段，因为现在都是这节奏，年轻人喜欢啊，嗯，对不对？你拿这零零后来说，人现在听什么歌？听什么呀？听什么 TFBOY？ 啊、哦，什么 TFBOY？ 就 TFBOY， 看我的口型 ，TFBOY。下回把区咽了再说啊。TFBOY， 你有病啊？他嘴里能吃那个吗 ？TFBOYS， 对对对 ，TFBOYS。行行，咬半截。见不人家、啊，特别火，三个小男孩，嗯，唱的歌青春的。啊、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哎，你都这范儿的，对不对？借机会超便宜，你这是怎么着？超便宜呢？多新鲜，谁爱你呀？那年轻人嘛，朝气蓬勃的感觉啊、嗯。但话说回来，这我岁数差点，是毕竟我九零后的嘛。哎、少说。哎，不理你们，自己玩得很开心。我跟你说，九零神经病这不是？九零后听什么呀？听南山南。哦，那五环之歌，你疯了？这歌都唱碎了，你也听《五环之歌》？好，那都我们上厕所时候听的，那样能那个方便的快点啊、哦！是是是，那确实得五环、啊、确实，人家五环人小岳岳特别火呀、啊，咱不能唱人家的歌，嗯、对不对？啊！行了行了，你们谁踩你前列腺上了？前列腺出这声吗？嗯，是在那儿听的歌吗？不能。就是人家也是特别的火，嗯，对不对？你就像什么南山南刚才说这种啊，什么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南山南，北海有你美。我告诉你，少来这个啊！你这辈子你袋儿也系不上，以后。你别给我闹啊！有谁妹啊？得有一个造型嘛。没有这个。你妹妹不总上北海玩去吗？没有，那是你妹夫，那是。老哼哼这歌。没听说哼哼这歌。老唱这种歌。不像话。他们这你九零后的吗？嗯，都唱这种歌。这九零后还听什么什么那个李荣浩。对不对？如果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后悔，没那么多人在。如果能重来，我要学李白。感觉啊。就是蛆上身了，这蛆是这样。哎呀，
能不能聊天了还？待会儿赶紧找一份吧啊！哎，年轻人，八零后的人听的就不是这种了啊。像您这个年龄，对了，八零后当年我们听的什么《凤凰传奇》？好吧。什么叫？你们都是七零后的。谁说的呀？当年我们听的时候正上瘾的时候。哦，过瘾。对对，我在仰望，啊，月亮之上。特别的好听的啊，上吊时候唱的，好听好多歌呢，还《狼的诱惑》听过吗？谁没听过？我姓狼，能没听过《狼的诱惑》吗？就你出去招人去是吧？没有没有没有，你说的那是区的夜店，那是。区的夜店得什么样呢？苍蝇是客户，那是。区的夜店蹦迪得怎么蹦呢？叮叮叮叮叮叮！哎呀，哎，给我摇起来！别摇起来了。我的天哪，别摇起来，待会儿翔就出来了，一会儿出来。对，我跟你说，谁说他了？不是那个何翔吗？嗯，他吃呢。就是咱说哪个了？狼的诱惑，这你会吗？会呀、啊、你要会来一回啊。谁来？咱俩学人一会儿啊。咱俩配合。对，我来这主唱，你来这副唱啊。副唱的他老是配，给他配着音配着乐那个啊。我知道伴乐，对不对？好像唱情歌，又又最美的烟火，嘿嘿，在城市中漂泊。Come on， 我的爱为心颤抖。Yeah, yeah, 曾经多少风雨中，我爱上了寂寞。嘿嘿，凝望夜的星空。嘿嘿，枯萎了所有。又又是狼给的诱惑。嗯呐。风干了寂寞，咋的？渴望的天空，干啥呀？是我的所有。扯犊子！我一拳打你个不孕不育，你信吗？有功夫你还是把袋儿系上吧。什么叫扯犊子呀？这多接地气呀、啊！这你好好流行音乐，让你整成这样。大妈一起唱，大妈跟那块儿一个扯犊子。别，大爷干嘛去？别闹了，人家现在的这种音乐不是像你想那种，不是那会儿的吗？真正咱台底下好多年轻人去夜店，人家都感受过。您也去过夜店？著名的夜店 Seven Eleven。哦，到那儿你先回来，先回来，先回来，先回来。就是咱平常啊，先回来，先回来。谁也不在乎、啊。行了，行了，还有拉倒吧。Seven Eleven， 那是夜店吗？那是24小时的超市啊！来、哎。夜里开的店，夜里开的店就夜店啊？那太平间还是旗舰店呢？怎么想家了？找蛆去、啊？你快去吧，地下室召唤你呢！哪儿的事儿去了？都喊来呀，来看着呀！没有这个。啊，你真正夜店您都不知道、啊、咱能不知道吗？到夜店里边那都是灯丝大丝大丝灯丝，对不对？嗯，你这那个 DJ 搓碟、哦、搓碟打着碟，戴着大耳麦，穿着 T 恤衫、嗯、对不对？打着碟搓着碟的反正这个雷森这他们娘们们一块给我摇起来，跟着我的节奏，伸伸手，伸伸手，跺跺脚，跺跺脚，扭扭腰，扭，好尴尬呀！是不是把广场搬到夜店里去了？哪个 DJ 喊娘们们摇起来？伸手跺脚，第八套广播体操啊！那夜店怎么跳？夜店跳不跳的劲歌热舞？我知道，刚才区内不来过了吗？叮叮叮，没有那个。那早吊销执照了，那个就快点呗，对不对？好家伙的，小区区快点跳，跟着节奏噔噔噔噔。对对对，那充电充过了，那是、啊、不好嘞、嗯。夜店咱真知道啊，一般那个什么老外，大 DJ 能播放那个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音乐。外国人。对了，哦、黑人音乐、哦，还黑人的。哟哟哟哟，在那桃花盛开的地啊，搓碟啊，顶着。别唱了。啊，搓碟还啊！你吃脚后跟了是怎么了？谁他妈吃脚后跟啊？哪儿？这是黑人音乐。对呀、啊，不，这人是不是在工地里晒黑了唱的了？黑人范儿，外国人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外国人唱什么呀？乡村音乐呀、啊！乡村音乐是这音乐。乡村音乐，乡村音乐。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这是东北乡村音乐。换一个行不行？换什么呀？换港版的。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呀，我村子不长大，有山有水有树浪，让你乡亲真疼哦，老少爷们更好说。都会啊，都会啊。你是一个广东和东北的混血是吧？不要这么说人家好吗？啊，您这叫什么呀？会的多，会的多，来好的，还讨的呀？哎，来好的，来好的吧。我心目当中的偶像谁呀？周杰伦。哦，这我们也认可，对不对？对对对，小天王啊，是是巨星了，巨星啊！当然了，他唱歌就是永远给你一种猜的感觉啊。什么？你永远都猜他唱了什么词儿？有吗？就周杰伦唱歌永远就是有点那种不在乎的感觉，上台。不是，这怎么又是流氓区呢？这是，这嘴还歪的，这咱别闹行不行？流氓区是这呀？哎呀呀，嘛呢，小妞儿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个小区区嘛？哎呀，不要再欺负人了。小妞区，小妞区，小区妞，那是妞小区啊，妞小，我说什么了不？这小区全是妞是吧？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流氓不一样。是是，人周杰伦那种不在好像颓废，永远没有正式的时候。哦，这哦，哦，不错。谁搭理你了？人家的口头禅。哦，不错。哦，哎，屌爆喽、哦！不是谁屌爆了？什么叫谁屌爆了？那刚才问不错，屌爆了谁呀、啊？人家的口头禅哦，不错，屌爆了，不是说乐嘉、嗯，我跟你说，以后赶紧找找吧啊！对不对？人哦不错，屌爆了，嗯，感觉孤单的梦都不得很么的疲惫了，在无言的下一瞬间，这么多年你在途中间，明知被我的誓言，我的眼睛找你陌生爱的脸，你这种真空戒指谁的中间，你这种地就属于我的那一面，是不是？这就是屈屌爆了。来，哎，你别笑，嘲笑我行吗？我你猜我上什么词儿？嗯，你要知道什么词儿，送你一部 iPhone 六。哎，我给你6S Plus， 你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天，我要知道还问你？这也这么硬气呀、啊？干嘛嘲笑人家？本来吧，您这太浮夸了。他的词儿，你永远有种猜的感觉。不至于，不至于。嗯，但是他有一首歌 啊，叫《烟花易冷》。我也听过、啊，大伙都听过这个。啊，他一唱歌，那歌不错啊。嗯、啊，雨纷纷，秋谷里草木生，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石板上回荡的是我们。句句都很清楚啊，头一句听清了吗？听清了。雨纷纷，秋裤里草木生，雨纷纷，秋裤里草木生，都滋出来了，一根一根的，我的天哪！你是不是想起扎塔李天王来了？他都说了，秋裤里草木生，长草谁呀？谁说秋裤里？秋裤里三年没洗呀、啊！您这还拘出数来了，对不对？长出来不是秋裤里，跟两个山药似的。行了，旧故里，没有韩语，怎么还有韩语呢？多咱说韩语，你不旧故里怎么生？啊？旧故里怎么生？你不说？旧故里怎么生？韩语吗？哎，西班牙过来旧故里怎么着？骂街，哎，是不是骂街了？这是一种澎湃的心情，这是说什么？别骂街，韩语咱可懂，别骂街行吗？你懂什么呀？韩语，韩语咱真正咱懂，真的假的？当然了，咱唱过韩国歌，能不懂吗？您还唱过韩国歌？嚯嚯，
我天哪！呵呵，哎，是是，您哪？您来，我们听听韩国歌，嗯，来一首韩语的啊，别欺负我们啊。I believe그대묘치였지만고비룬잘라주긴부추시마다그도생각났구나랜예사시이건조시마루비마라피이르디다호这唱的还真好啊，就这么抒情啊。那您给我们翻译翻译，这唱的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啊，您这蒙我们来了，咱能不知道吗？那您翻译翻译，翻译翻译啊，这真要听吗？什么意思？说的是有一个人叫比利，啊，比利呢买了一条裤子，知道吗？然后比利买了一条裤子，别人就问他，哎，比利这个裤子标签用摘吗？比利说可别动，摘了就看不出来新买的。啊，裤兜的线开了，裤子拉链也生锈，一看就是马路边买的便宜的地摊货。你刚才唱的是这个？是啊。再来一遍我们听听。你看啊 ，Happily， 哭的表情有这么可别动，摘了就看不出新买的。裤都掀开那裤拉链也上锈了，一看就是马路边买的便宜的地摊货。哎，就这么惊悚。你是不是给那个背带秋裤做代言呢？这是什么叫给背带秋裤啊？这干嘛呢？这中国字儿外国味儿啊！这是咱创的哦。这您还真能编钻。确实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人就爱编个小歌、小曲、小调的。还有什么吗？代表作呀，叫《妹妹来看我》。哦，这首是我的成名作。听着像是搞对象的。对对对，还真知道啊。有哪位男朋友啊？你要是单身的话，你把这歌学会了，哦，肯定会更单身的，是吧？这叫什么话？不是不是，能找着，能找着，能找着男朋友。对，就没得好好说，找女的，能找女朋友。嗯，来一段《妹妹来看我》，大伙听一听啊。特别特，这还有副导演在下边。行，这唱的怎么样？啊，好的，唱第二段。要脸吗你？你刚才说的再来一段。哪儿啊？人家是捧您前面的。就是的，嗯啊，我一唱歌你可回来了，唱这段来了啊。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从那小路来，小路上面的毒蛇多，我怕咬了妹妹的脚。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飞机来，飞机上面的大款多，我怕妹妹跟他们过。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来到德云社，德云社里的流氓多，流氓头子他姓郭。别唱了，还好点。这都是冲谁来的？这是感谢，歇歇的有些羞涩啊。哎，这委婉一点嘛。啊，您够直接的了。说良心话啊，啊，没有这么大能耐。哦，今天来这么些人，看谁来的呀？谁呀？看我师傅郭德纲，郭老师，对不对？人家是名人，哎，我们就是个人名。嗯，差远了，大伙也不认识啊。嗯，像刚才的侯震侯老师，侯叔，名门之后，不错，对不对？嗯，你看侯宝林的孙子，哎，是，对不对？我们得叫叔。对，侯震为什么叫侯震呢？啊，因为他是在动物园出生的。那有的在车里出生的呢，叫车震。哦，
猴叔那意思是他在猴山让车震出去。没有没有，你看就是说嘛，都赶上那个字儿了，猴震、哦、还有那个在农田里出生的叫田震。这我可不知道啊，我听说的哦。听谁说的？未成年了。哎，您竟糟践这词儿。说实话啊，非常的激动啊，非常的高兴，来了这么多的人、哦、一会儿我师傅就出台。哎，大伙儿出台呀，这给您表演。哎，站在舞台。对了，嗯，你看我师傅一上来，好多的观众那都沸腾了。是吗？什么郭德纲老师我爱你，哦，郭德纲老师我要跟你生孩子，现在就行。哇，这么急切。真的，我师傅一听这个脸腾下就红了，一指那女观众，来后台。那来后台干嘛呀？来后台好好教育教育你。哦，说说他。对，人家名气大嘛。啊，对不对？你看后台说一说，你看等着当着这么些人怎么能说这个呢？是发微信呢。师傅天天摇一摇呢，是吧？人家忙啊。啊，忙。哦，郭德纲老师嗯都知道啊、嗯、像我们这个没人知道，不熟悉，没什么名气啊。当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老话说的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哎，您认识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啊，我叫张鹤伦。要拍就都拍，多揪心呢、啊、整的。我说您这有点不要脸了。这咱名气小啊，到人家了啊。我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我们两个人呢从合作还好呢已经很久很久了。我说就是狼狼而够。您也别说了，到我这儿都没名字呀，给我划过去了。你有人类的名字吗？多新鲜，我又不是动物。那您自个儿说。您不说一块儿介绍。我在舞台上不宣传淫秽的东西。我那名字是马赛克是吗？自个儿说。那您不说我说。怕什么呀？说。就是说。嗯，你说一试试。什么叫说一试试？你说大伙听听。那我就说了。说来。大家好，我叫吓我一跳啊。吓谁一跳啊！您这是还真敢说是吗？我这刚要说，你看有好多观众，你一说人都上厕所了。我这太利尿了，我这个啊！别说，小点声，小点声就小点声，该说得说呀。我说行不行？那您说，郎鹤炎是我，名气大，不敢呢。我是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心理。您什么意思？真的，现在您各位上网百度一下，网上有视频、有图片，郎鹤炎。当然这两天可能扫黄屏蔽了。您先等会儿吧。怎么了？我什么视频扫黄的屏蔽了？不是漏点的。我哪儿漏点了？脑袋上没穿衣服。脑袋上没穿衣服就漏点了？您这个头也矮，打一马赛克以为这是屁股呢。你们家说相声都拿大顶说的是吗？这是他们糟蹋您。别听他们的。是的啊，您名气大之极，不敢承认。有些时候在那剧场啊，有那个观众啊，哦，特意来捧他的。我到那个售票口，好家伙，今天有郎鹤炎吗？今天有没有郎鹤炎？售票员都疯了，不是怎么着？你跟个人似的，这叫什么话呀？不是干嘛？我今天有没有郎鹤炎？不是，你要几张票？我先问问有没有郎鹤炎。不，有郎鹤炎哦，那不要了。哎，跑掉。您等会儿吧。跑掉了。不是，有我演出不看还跑掉，还嗷嗷跑掉了。回家叫人去了。叫人打我是怎么着？不，人家不虐畜。哎，谁是畜生啊？什么叫打你啊？那不看叫人什么意思？把今天的票都买了。哦、包你。我最近身体不行。不是，这叫什么呀？包场。包场。哎，对对，所有的人包场点你。好好，您这不一样吗？这是点您的节目啊，演出，让您唱一个啊，跳一个，是说一个，嗯，拖一个。不是人家花钱了。不是你们口味太重了。我说
所以你看有那个爱吃猪头肉的。对，谁呀？这是捧你的观众、啊、捧我就让我秃、啊、真的说良心话，像我们这个名气就差的是吗？在舞台上没有特点哦，人家这个特色鲜明，我呢往这一站，他的特色不用我多说，您说说他的特色就是特别色。对，我说视频怎么屏蔽了呢？特别的有特色，你想清楚再说。有您不会的吗？啊，有您不会的吗？可不敢呢。德云社当中我师父啊最宠幸的就是他。好，老师，您先等会儿吧。怎么？这不叫宠幸吗？这叫什么呀？宠爱。差不多啊。差远了。啊？这一个费心，一个费力呀、啊。把我师父没少费心。哎。对您来说，呕心沥血。可以这么说了。重点培养对象。是是。郎鹤炎，这就是凌晨两三点钟的太阳。对，已经我连个亮都没有啊。怎么呢？两三点钟的太阳就冉冉升起啊。八九点了，凌晨八九点。别凌晨了，早晨。早晨行吗？早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嗯，充满了沼气。沼气，沼气蓬勃嘛。我沼气蓬勃，再把我炸死。您说招什么？招骚啊，朝气蓬勃。您这什么字眼儿啊？这是，你别老抠我字眼儿。不是，我多怎抠您字眼儿了？你别老抠我字眼儿，知道吗？我看着都恶心，是真是太恶心了。说的谁呀、啊、就说咱这个口齿啊、嗯、知识面啊都很差哦，跟人家没法比啊。这个来说大学毕业，嗨，有文化，不敢。咱说梁，像我这样呢，啊，小时候也梦想过，是吗？考清华还是考北大呢？学的不错呀。后来考清华是差了620分。对，您差620分？怎么了？那年清华也未必620分啊。就说咱没考上，行吗？啊，那没考上，没考上，文化低，嗯，跟人没法比啊。现在你像我师傅来说，郭老师打小就看书。哎呦，那时候你说为什么现在相声有这么好的基础啊？为什么？看书学习，对不对？评书、哦、唱戏什么不会呀、啊、都学。但是我师父的梦想是打篮球。您冷笑话吧。怎么叫冷笑话啊？师父打篮球。对啊，这怎么会？控球后卫，组织核心，拿手的技能是穿裆带球。哎，你逮不着他！哎，姚明都蒙圈。哦，这就找不着。对了，哦，这真往上一来，我就顶死你。我说师傅脑袋上怎么有一桃心儿呢？不是，你那意思是？铁杵磨成针呐！我说今天是你告别演出啊。那师傅就宠幸你了。师傅主要是费力啊。我身体不行。加油哦。人家现在是名人了啊，咱们不能糟蹋人家的身体，啊，糟蹋人家的名誉都不行，对不对？于谦老师，于老师，于谦老师，人家的梦想也很伟大。是当年的梦想是去秦国。对，哦，于老师打小就想穿越呀。去秦国就是出产人妖那个地方。对，秦国。对呀、啊，泰国，好神奇哟、哦！哎呀哈！我怎么不知道啊？泰国出产人妖。对，后来他一直没有当成特产，很失望。啊，于老师属于人妖未遂。当然了，你像后台来说吧，啊，看人家都是长辈，像我们这帮孩子就不行了。是啊，自己得慢慢努力，慢慢学习，加油。每个人都得有一个不同的爱好，嗯嗯，让自己发光发热。是，老话说，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对，所以你败家子儿，怎么了？那叫发光。对了，发光发热。嗯，像我现在各位啊，
我可能不是很有名气，您呢？对不对？哦，但是我觉得很有名气，您呢？对不对？哦，但是我觉得不久的将来吧，啊，慢慢的努力，是，尤其跟着郎老师，您客气。他说实话，认识他之前，我的世界都是黑白的，哟，真的，认识他之后就全他妈黑了。你眼瞎，心也瞎上了。对我帮助很大，我帮助您了吗？您就是一颗启明的流星，对，流星啊。照亮我前进的航程啊！好，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是吧？感谢您，哎呦，您客气，帮助我。嗯，后台跟你说，捧哏当中人家得算一号。哎，不敢。这在德云社算是首屈中指的演员。您那是骂我呢？怎么就骂你了？什么叫首屈中指啊？夸您的能耐。夸人那得是首屈一指，这个。这能是您吗？那谁呀？这是我师父郭德纲。咱师傅对不对？相声界的巨人。哎，哎，你给咱师傅留点尊严吧！我说，相声不是德云社的扛把子，扛把子，总头目，大哥，我说首脑。您行了行了，你说的咱们跟黑社会似的，不是德云社团。不是啊，我们是德云社，没有团。德云社团队嘛，哎，团人家得排头一个吧？啊，这不能是您吧？不是我。第二个谁呀？于谦，于老师。啊，于老师。捧哏大家。哎，是，对不对？哎，第三个就是您了，首屈中指的演员。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呢？要论能力的啊。您是我两倍，不要谦虚，您是我四倍是吧？干嘛？你要变螃蟹是吧？能耐在这摆着呢。啊，我谢谢您了。慢慢品，大伙儿啊，像不像？你看看我们这个，平常的在家，咱说两话也就看看书啊。嗯，我师傅平常也总教我啊，知道吗？在台上，不要说那些三俗的东西。哦，一定要把这些黄色的东西剔除掉，嗯，加入一些更黄的，啊，加入一些不黄的，更好的，来满足观众的重口味。谁重口味？大众口味嘛。哎，一定把大字带上。我说师傅，师傅，对不起，你知道，你要哪儿不对的，人家就训我。您看我师傅坐在桌子上训我，这样听话知道吗？不听话我就抽你，知道吗？这个训人还不忘抢篮板啊！那哎呦，谨遵教诲哦。所以在台上我一般不说那些三俗的。哪儿听出来三俗了？大姐，你慧眼呐！我跟你说，就我这模样还强点儿。嗯，他这模样，各位，我们两个一块儿来的剧场。大门口遇见一变态狂，端着碗硫酸逮谁泼谁，跟这位老师走一对脸，指硫酸翻了泼，我这泼过了，我这是泼过了，就你那模样，女娲都不承认你是他捏出来的，我说我连人都不是，咱说长相来是这么回事啊，毕竟呢，德云社很少有一个帅哥美女，着实不多，对不对？而我呢，这方面不指的是长相。我就用语言把大伙逗乐，说话他们的时候身体来取悦各位，不是、啊、咱们一样，不是跳舞什么的吗？啊，跳舞，对，虽然他没有腰，但是大伙就喜欢这种残缺的美，残缺的人还喜欢，人家能耐大会的多呀啊！咱平常在家也学习努力，对对，四大名著咱也瞧，是啊，对，哪个叫西游记，哦，哪个叫唐僧，哦，什么叫八戒，八戒别拍我啊，对不对？当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什么呀？各位说一说，比方说唐僧啊，带着那个猪，没完了，这是唐僧带着猴，哎，跟猪甩都得甩到我这儿。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女儿国，哦，国王看上唐僧了，对的，啊，留下唐僧哥哥，留下来好吗？唐僧那是得道高僧，阿弥陀佛，佛祖会知道的。您这会儿想起佛祖来了。玉帝哥哥，
柳下的疼，还唱了一首歌吗？什么歌？深情款款的女儿情。来了，林先生，来一个吧。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可美不美？玉帝哥哥，留下来吧，就一宿。太直接了。阿弥陀佛，那就来吧。您这是唐僧啊？我这是八戒。这都哪儿看的？这是我这是魏山剪版的。但是把种子给我了。什么叫种子？我未成年了。好神奇哦！那都取笑人家啊！这咱都看过哦，这书里边都写着呢。嗯，当然大伙有的人也不喜欢看电视啊，看电影啊也好啊，电影精彩一极啊，到影院对不对？像电影院。有的是三 D 的，嗯，我觉得三 D 的就是比二哥的好。其实六舅嘛，这最好。还四姨夫呢，还五叔呢，还你大爷呢。我说着骂街了，哪有五叔啊？哪有二哥的？有三 D 就有二哥吗？三 D 是三维立体的。我没看过那个啊，我喜欢看国产的。也行吧，我让子弹飞啊，失恋33天，好人渣树之恋，您您主演的是吧？你演人渣，你演那树啊，咱俩就别练了。不，你们都买票了。不是，我这一表人才，我怎么演人渣？前面那位。一本色演出，没事，低点就行。名电影吧，《山楂树》。山楂树之恋，哎，反正我不喜欢看，我喜欢看那个单纯一点。没事，什么单纯？动画片。三号。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四跟三号，您得过一段。啊，是。要稍微外看点，看点要。当然，小时候我就看。哦。蓝精灵个头不高。嗯。一共是七个啊，跟白雪公主的爱情故事。您先，您等一等。蓝精灵跟白雪公主。那是跟格格巫，蓝精灵跟格格巫的爱情故事。爱情在森林里展开吗？森林里展开的爱情故事，彼此斗争，那是战斗。这是什么呀？尔等不晓得，尔等不明白，尔等知道个屁。就说着说着就不会说了。蓝精灵个个身怀绝技啊，为什么有能吐水的，有能吐火的，有能饮食的。老七对脑袋上有一宝葫芦，拿下葫芦来，打开这三儿对准格格巫，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格格巫吓坏了，拔出宝剑来，我说西人。一道金光照射出来，五个兄弟个个背着黄金圣衣，嘴里喊着口号，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们。这时候来了一个黑猫城管，拔出手枪照着天空，啪啪啪啪。写的是掌声响起。你今天演的五个段儿的加开一次，都是我的同学，但是你们都看过。您这太好了，谢谢。给您个建议吧，您说以后咱看正版的。我这有一点盗版吗？这动画片盗版的您都看碎了。证明我有童年，童年就盗版中成长。你有童年吗？我也有。你生下来就30了，我娘胎里带20，抓点动作，生下来是一个肉熟，啪啪一刀劈开了，他来徒手接白刃，哇！我对着将军的孩儿，要不你我拿宝塔收了你。我爸是托塔李天王儿啊，后来给你起个名字叫纳托，纳托，纳托闹海，哪吒。好神奇哟、哦！我都没有想到哎。哎呀，您还是看盗版的吧。咱都
不太成熟，完事确实有些人觉得不太喜欢这个啊，我这觉得有点那幼稚了，这人家也不聊这，我怎么富二代可不敢这么下的动画片人从来不看 啊，人家是富二代，我跟比老，因为我是富一代，别玩了，我二代您一代什么意思？就是说您是指着上辈的钱，哎，那我是不行，您呢？靠自己，哦，用自己的双手解决当下的问题。怎么了又？您再说一遍。用自己的双手解决当下的问题。不是这有错吗？哎，你说您活在当下有什么感受？没有您努力，当下的眼前的意思。哎，您说眼前的事，现在的生活呀，是不要稍微转一点点就听不到吗？您不要以为当下很转，不要老抠我字眼打今儿再也不看我，打今儿再也不看我。真是，咱就说我跟人差得远。富二代，武昌的夜店去玩去，酒吧、夜店，北京著名夜店，7-Eleven。您先出来吧，人家平摊，您出来吧，玩就行了，还有大身子呢，聪明，您那想的打折，我是饿了才去那儿的。怎么了？7-Eleven 这是24小时超市，不叫夜店，是不是夜里开的店？很乖巧。那照您那么说，太平间还是旗舰店？您赶紧回家。回家干嘛？等你看门呢。没有那事儿，夜店是酒吧。我没去过呀。啊，跟您这专业比不了。我也不准。人家这有钱的开那好车，叫什么法拉夏利。法拉夏利。法拉夏利吗？没有，法拉利。法拉利就有一马。对，那个写的千里马。千里马干嘛？人家马标识是立着。立着成马自大。我开着法拉夏利。开那好车。到门口，好家伙，一捏刹车下来之后，捏刹车呀！我说是法拉夏利，法拉利跑车踩刹车，法拉利要踩吗？对呀，还我没有开过哎，没开过，别瞎说。一踩刹车吧，哎，下来之后拿铁链子把车锁好了，还是自行的是？得锁什么？中控锁，不是锁好丢吗？钥匙链，往里边一走。要到你的身份在那儿，哎哎，服务员都过来，人没到，味儿先到，我都臭成什么样了？香水儿，什么香水儿？香水儿，对，他那个叫香奈，香奈儿，必须扣扣你的字眼儿。不是你是北京人吗？多新鲜的！那北京人有把儿化音读出来的吗？什么儿化音？北京人，比方说，北京人说看这儿，有说看这儿。没这么说的呀。是没那么说的。哎，你们捞北京儿。什么北京？你们捞北京人。你想捞北京？您多大罩杯啊？捞北京儿。哪儿的事儿去呀？真的吗？这个儿跟耳是两回事儿。不知道的。别瞎说。香奈儿还是不行，往里边一走，服务员都过来，一张嘴别人都傻了，点酒吗？讲年份啊，对，服务员啊，来瓶82年，对，来瓶82年的燕京，啤酒啊，快点，我渴了，您先等等，82年的啤酒打开都骚气了，82年什么？红酒、洋酒。对，反正那个酒啊，啊特别的贵，嗯，什么什么至尊马伊琍，对，我可不敢喝，那文章不得弄死我？而文章的事儿，至尊马伊琍，这是什么呀？那字念一吗？念什么？爹。哎不玩了，你们串通好的。
别闹！哎，我刚刚的就就，你看，你看，对对对，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所以哪儿的事儿是？至尊什么呀？至尊马英烈。反正这酒挺贵的，哎，喝那叫塔 q 拉龙舌兰，往里边兑雪碧，兑绿茶，是人家不兑这个，我拿走，太烈了，兑二锅头，塔 q 拉兑二锅头，就要一种自焚的感觉，啊，挂一个柠檬片拿走，点缀换榴莲，多味儿啊，带壳的，这全是尖儿，来一个榴莲圈挂背上。啊，端起来，哪位与我同归于尽？我上那玩命去了。那我先走一步了。自杀您还谦让什么呀？就这样，那些个少女们才喜欢呢。是吗？那里边的女的，你看都是很狂野的。哦，这玩的有心跳。你看那里边女的染那个头型都五颜六色。是吗？你都没见过。什么色？就黑色。对。我是瞎子是吗？你不光头做化疗呢吗？对，光头也不做化疗啊。黑色的各种颜色都有啊，五颜六色，戴那个什么什么耳钉啊，那在闪闪发光，眉钉哦，鼻钉，哎呦，唇钉，哼，舌钉，哎，牙钉，哇，行，您等会儿吧，这姑娘脸是城门是吧？什么叫城门啊？九九八十一颗钉，哪儿啊？全是钉啊！不是，人家闪闪发光要这个气质啊，哦，这个感觉，野性就在这儿呢，豪放。这儿还有一颗什么呀？前列腺钉。大姑娘有前列腺吗？这叫什么呀？奇丁，奇丁，嗯，不知道，反正就怕遇见磁铁，嗯，遇见磁铁当就贴上。好，这坐地铁都安检过不去，对，所以开着法拉夏利来。啊、哦，这么回事儿啊？那不咱玩就穿那个叫什么？这叫抹胸啊？哎，对对对对，这勒鞋带对，抹胸不是鞋带啊？不有一带吗？您说那叫吊带？吊带，吊带吊上边？对，吊这儿。这儿没有，对，没有啊，没有鞋带儿。这儿，你早晚死这嘴上，知道吗？来一块布啊，下面穿着一分裤，对，一分裤，啊、好家伙，系着裤腰带就出来了。这个不是叫什么骑定小短裙儿，骑定小短裙儿、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步裙儿，一步裙儿，主要是为了下面的黑丝，哦，渔网袜，嚯。大渔网啊，腿毛一根一根啊，迎风飘摆，呜，哎呀，让人有一种想死的感觉。打今儿起没人吃山药了。人家这是玩的就是心跳，嗯，太牙碜。到舞池里边跳舞，哦，对不对？跳舞那都是现代的节奏，是叫什么 B-box 啊？对对对，对不对？对 B-box， 来段 B-box。对B-box 都什么口、啊、讲究口技什么什么，进了空间的人待会儿给你一瓶八二年的燕京、啊、玩的就这个呀，哦，里边的节奏那都是都没有什么这悠扬的音乐没有 啊是都现代这种，哎呦呦呦哟，来点咖喱味儿的牙膏，是韭菜味儿的香水，光天化日咱俩就大马路上亲嘴，下了大雨一块淋，咱也不用跑，大不了回家他妈一块冲个澡，都是老夫老妻，咱之间还用见外，没事接茬冲个风，咱反正见怪不怪，润润我的嗓子，喝瓶百事的可乐，打动你的心灵的必须百事情歌，看我把这黑色音乐做了五彩缤纷，看我把对你的爱做到返璞归真，无拘无束自由是我歌里的成分，看看多少人就羡慕嫉妒恨，两百五在一块就没有什么苦闷，哪怕一块坐牢一块掏大粪，要要切看到。B-box 真行，你把法拉夏利开回去了，都这音乐啊，劲歌，对吧？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吗？这腾死大死，腾死大死，对不对、啊、比方说你听那个手机里放那个音乐，什么音乐？都是什么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遥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自由飞翔远方，你怎么看？大人真神人也，
行，淹了吧。什么叫淹了？不是，这随我取远方吗？去远方不是，那是去远方。去远方，词儿放在一边，词儿好，节奏好，放什么词儿都行。不能够，不能够啊！人原词儿就得配原曲，随便来点词儿啊，往这一套正合适，能行吗？咱远不说啊，就拿那个《床前明月光》来讲，《唐诗静夜思》啊，正合适，可以吗？对了，您来一个，哎，比方说这样的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哦，您这行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哦，裤衩着火，当然了。裤衩着火，当然了。俏皮话。哎呀，得亏师傅没跟你打篮球啊。那他就没有桃心了，是师傅就火眼金睛了啊！您这也就是蒙上了，什么叫蒙啊？也就这一首，这叫能耐，都能行吗？对了，我再来一个，说一个，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啊皆辛苦。行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哦，裤衩着火又燃了。哇，您这里存货不少啊，那我还得出题。我听着呢。咏鹅。鹅鹅鹅鹅鹅，去想想定格，白毛浮绿水，红掌啊不经过。那难不住您了。没有，那当然已经是咱没了。那我还得出。我听着。早发白帝城。朝辞白，朝辞白，我给你浇灭了吧？能吗？能吗？燃一个让你听听。我听听。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辽源上的不周，青州一过，万重山。别唱了。